为着要协助身心障碍者会当克服困难进入到职场，台南市政府乐工局每一单拢持续开办身障者这份专班，希望透过训练过程提升工作技能，并且了解职场生态。乐工局特别邀请到身份单位以及受训、结婚、现在已经稳定就业的学员来做分享。目前各班毕业开始招生，鼓励身障朋友会当踊跃报名参训。身心障碍者伫职场上有真侪挑战。为了要协助身障者会当克服就业的困难，台南市政府乐工局持续开办身障者的职训专班，透过训练来学习专业技能。我们在协助身心障碍者的就业上，我们说给鱼吃不如给钓竿，所以在身心障碍朋友，如果您觉得您的技能可能稍显不足，我们非常鼓励你来先投资自己，那我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职业训练，那提升职能来强化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就业力。这回乐工局是特别邀请身份单位以及曾经受训的两位学员来分享。其中一位是肌肉萎缩症的患者，另外一位是过去车祸伤到脑部，而因伫结婚了后，现在也拢已经稳定就业。在管理的初期，我遇到了病虫害以及产量不佳的状况。我运用了所学的知识，病虫害管理以及合理化施肥的一些专业知识，成功的克服了我在田里遇到的一些困境。在田间，我无法行走于田间，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利用田间作业车来代替一些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工作。有学煮咖啡，还有烘焙。课训结束后，来了大圆皇冠假日酒店担任餐务助理，主要工作是食材的处理，还有清洗和保养餐盘跟餐具，还有擦拭器材跟环境整洁。加速的训练会对应到劳工局这边的他们给了一个很好的渔场，很好的鱼竿，但是加速扮演的就是一个教练的角色，把这些学生训练好，那适才适性适所，让这些学生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技能，到一个好的地方、好的工作环境、好的企业去上班，那这是我们家硕对这个身障者一个最大的使命，那也是一个存在的目的。为了要提供实习以及提升就业率，这个训练过程也运用各种资源跟辅导。目前各班别也开始招生，乐工局是鼓励身障者会当克服障碍，踊跃来报名参训。记者沈墨英市政府采访报道。